这儿有一个那个钟鼓楼的一平面图啊，就是这鼓楼大家都知道是吧，鼓楼大街，但是我们现在大概应该是在应该在这个位置吧，差不多后边是钟楼，钟楼在那边，钟楼知道的不多，它俩在一条线上，最早就是打点用的，就是报时，到时间点当一下。现在你在北京二环里边，一到准点就听见那个新华社那播什么东方红太阳升，那会儿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就是靠鼓楼他们那个报时，就干那个的。当年那个大家知道燕子李三嘛，一代豪侠燕子李三就在鼓楼上睡觉，或者说钟楼睡觉是吧？二居室人家换着睡嘛，然后他基本上据传说啊是在塔尖上睡，就在这个檐上睡，这个叫重檐无垫顶，这是等级比较高的顶。原来钟楼里边是有大钟的，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，因为钟楼多少年没有上去过。原来鼓楼是让进的，现在圈上你到地安门大街那一看，我一大围圈子给圈起来了，以前是可以上去的。